都无袂去争。我讲个听，那两个深度，包括讲伊个食落球度甲力度，这是绝对比进前去好济啦吼。咱讲是，啊，佮伊个包冰率嘛差足多，进前个冰包足厚个。啊，我时个无袂去争，就是把人客甲我嫌袂讲无头个。你个炮讲个一只看下足大只，包冰包足厚。好，我拄仔过来就来一注啊！吼，来一千块，上面就一千块。一千啊！一千有人要吃无？一千块。来钱！你吃一注看卖啦吼！天壤之别，你吃看差偌济就好啊！我来讲，这只够哩，这只够哩，一千块够要吃无？来钱！再过来，一千块够要吃迄个尊重的套餐无？拢有啊！这你家来搞差搞啥，你就甜不回啦！来，我今日感谢恁的支持，我搁加一条哩，一千块了。来钱哦！我一条卖你100块了吼！来，我来讲。我要招六个，你甲我买着，你甲我食一只，你就知影这个品质啦。比现老阿姊要先加钱的啦。我搁加一只哩，一千块落去无？哎，一千啊！这只过来，这只过来，报对过来，一千块。掉雷棒来无？一千块要吃无？哎，一千啊！一千还有人要吃的吗？一千。一千啊！拢有啊哈！哎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啊，够人要买500的无？500啊！哎，500啊！一千还有啊？一千还有啊？够两百五百，要一千个无？来，准备一下啊！够两百五百个无？哎，要500吗？这只够你500，少加钱啊！来，500啊，够只一个钱，500啊，等下。这你就知影，运动无同款啦，真正这天然的啦。这个来甜度甲甜度，这真正无同款啦。500够买来无？500够钱。500够钱。鸡腿羹啊？鸡腿羹。来干杯！那人参五谷鸡可以。好，谢啦。阿哥，那个人参五谷鸡加干贝羹啊！啊，这我来讲，米哥全部现场四个人加买会着呢，啊，全部无啊，头前按一份而已哦。啊，你两份安尼无啊？一个你啊一收一个钱，好无？麻油鸡米糕一只，互你开400，两只互你开900，拢无啊？400了。来400一个啊！一个400。我同意 ，OK。我今日收钱，你无啊？没有，好吧。啊，两个三个哦，过来两个，两个吧。我看我了，400拢无啊？啊，嘿，三个无。准备三分啊？400。OK， 安尼无。400够了没有？差不多啊。400够没来无？拢有啊，吼，都有了哦。你个包200了。哎，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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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啊，这个我直接来讲，拍摄林星，我不该上吊的。对，你买两分嘛，我先给他上吊的。我来讲话，你有吊的人给我按一条哩。村的人给我嘛，让你起条，今日林星我不该八箱，最后一箱都无啊，哈。要吃赶紧，今日要吃林星我不该美女，你敢买过？你有没有买？那电话这条买过，这条鸡也手表两敢买过？有没有人买过？再讲这只鸡巴好食无？今仔要食人参，我不买人家买钱买八包，一瓶三个人家买拢无啊！新价钱500块，你买无只大只鸡哦，35了。来三百五，三百五，三百五，350专门食人参五谷鸡的无？35。350。35够要食无？35。拢有啊吼，还是就一只两块收起。这只收起，来。收起了，我买的。等等下就起啊，只落啊，卖阁贵啊，一定无路，吼，一定无路。来，上面就是，刚刚，哎，来你，你讲面包蟹给我，面包蟹。不然讲哦，你刚要食龙虾。好，干杯。你们生食还是普通的？正常的。生食的可以吃。你刚要食龙虾。我甲你问，我唔是要卖你用的，我是要卖你吃只比中的更好吃。你若想要揢，你也当揢看卖，足重的，这叫面包蟹，人讲蟹膏之王，你也当揢看卖，非常重。这餐厅一只食个，然后穿起小我退兵甲吹吹，食一个链条的，吹一小我退兵甲吹吹，从迄个刀仔位置往甲剁落去的话，包落内底若无饱的两米，后面包蟹啊，大海花啊，蟹膏之王就是这只，一只来讲千二至千五，这两只就3000啊，对无？唔咩？我今年的过年才无够卖啊，包括乌鱼拢无啊，乌鱼拢无啊。哦，是啦，我甲你讲，乌鱼即马今仔了、明仔了拢无乌鱼啊。我甲叫人领的有无？伊甲我送这个亲领的。我甲你讲，今年我卖恁乌鱼几乎买手才卖，拢无太甲一身乌面。头家牺牲，我牺牲，我搁退回等于台北，搁起来，我甲讲卖赴这个过年啊。啊，这招亲领的啊，全部送唔着。我之前拢是卖人领的。啊，我本来要改一个心，我想我算了，哦，几百块嘞，我就赶快照一个七啊无。今年你伫我这买着这个野生乌鸡七啊，互恁赚较便宜，我无解好笑一句话。好，来，今日你要食面包蟹的人家，全部两个新价钱，卖3000、2000拢免啦，1500我了。1000哦。1000块上面就要1000，总共一个。
你今日要一千块人家，我一包给送你，你换一千块拿去。一千哦，对嘞。到人要吃面包蟹，我一千块。一千哦，一千块人要吃换面包蟹，一千块比两下好吃，规只全部饱饱的拢。一千块够要吃换一千。一千。拢有了吗？都有了吗？来，谢谢小姐。来，结账记录啊。来，一包上店没？一包叫干贝，哈、哦，干贝叫啥？干贝包有鱼翅跟。一只变大包，我一只变两斤半，一只上届无七啊五个物件，两只上届无，互你开偌济？开千五，唔免千五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。一个人加两包五斤的干贝鱼翅加两个，上千块钱，五百上面吃五百。有人要吃干贝鱼翅跟无？干贝包鱼翅跟五百。五百。注意听啊、哦，两斤半，要老，我讲无人加的话。新年快乐，大发财！上千块钱，四百了，来四百块了，四百块了，两个，来四百块了，四百块，三个，四百了，四个，我处理了，四百，五个，四百块两百只，我四百，我处理了，四百了啊，四百块，这两包可贵了，几万了，金毛钱又给我，谢谢，金毛钱我花，哇，六百找你，谢谢。也嘛是爱跟进的啦，啊，我那公公也加到几多？来，老爸，我走回去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你。爸，我来找，等我，等我一下。老爸，到几也未开掉？刚过两百啊？咩啊？四百，刚过两百啊？四百还四百的？四百过两百只，你两百。哎，另外追加一个，忘记我带你过 ，OK。过两百有四百，过两百四百块的无？大家，这边啊，四百拢有啊，谢谢，感谢。过来啊！我来这，来四百，一块吧。无吧，四百够两百只啊，无四百，四百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啦吼，谢谢，感谢您啦，来，来迄个，来你有牌吼，来你够人无搞买着一百个无，无给四百块无，试一下看卖无两百了，两百，买一百十块嘛，一百条真好诶，两百我再处理，两百两百啊无两百，你处理你诶咯，两百够两百啊无两百块，谢谢。有你要帮我收一下，帮我收一下，你先把这个三个，谢谢。来两百了，太少了，来两百块。你包你的，我包我的，两百。小爱你还够无？谢谢，感谢。两百够要吃无？最后三包卖卖啊，两百块尔。拢有啊，都有的啦啊，谢谢。来。虾啊，上面虾啊，我是该卖大块钱哦，来。上面讲生死干杯，好行。日本北海道的，下里只，防伪标签大里只，防伪标签，好、哦、来，我恁看这，干杯中的泉州就这个吧，我个笔记来看好了，干杯中的泉州啊，好不好？来，看这，日本北海道生死干杯四 S， 爱姐嘛，你开三千块两千，全部人去，好、哦，我恁开九九来几楼啊？一千块，来签啊，一千块上面一千块来楼啊，一千块上面只干杯。有人要吃日本北海道的生死干贝无？一千，一千块，一千二，一千啊！一千有人要吃无？一千，拢有啊！吼，推山做阿久吼，我昨天叫着日本北海道才熟的。今年恁真正当买，我无甲你好笑讲啊！哎，真正两万一千块了，拢啊！一千啊，一千啊！一千块有人要吃无？一千，谢谢。拢有啊吗？再搁一个一千。啊，两个。那这个北海道，你亲戚甲我煮煮的，我这个够你嫌着，你一世也无敢陪人吃啦。头前搁一个。四个啊！一千个，来，这我就赔，赔你弄千万块地，哦，生死解莫行地。大哥，讲真正要吃较好，无甲你好笑讲哦，我再来试。真正要吃较好，这北海道这袂好笑，到时。我一定过过啊，我一定过过，你信不信啊？一千个要来无？拢有啊吗？我今顶年过来两万千五才有赚的，今年两万一千就有赚啦。哦，今年真正是本北海道方便，不过你无能赚到这一千块，你放心，哎，无可能。我还讲你无买两个买只五百块了，五百块。来五百啊，不要钱啊。吃看嘛，五百了。来一个。吃看嘛，你就知啊，这无同啊，行物件都无同。北海道就是北海道，全世界上我只干不了北海道的啊。最后六个人家五百够买来无？五百。来五百。五百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哈，谢谢。来看一下了。来个来边吃啥物？你讲。高德伯呢？多我过年也无。来边啊，边来吃吧 ，OK。来我吧。哎呀，我过年无炸，上高足济啦，我都无炸，过年无炸。啊？啊，鸡腿骨嘛，歹势。你要吃九孔鲍鱼哦，高康鲍。这鸡腿骨我来讲，全部现场三个人家出去了，全部无啊，先给钱一只两百块了吧？两百块，四分啦，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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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的，当然啦，我四百，四百二啦，只你一个了吧？好啦，好啦，金龙三四五啦，够，没啦，我来讲无了，没有了，不好意思，
来二四来六来八十，好来来我卖用我，你搞一两包给过来嘛。大哥，你包去四包了，姐你几个？三四五六七八，来九来十。你先给一个纸箱的袋，我去包你啊。纸箱我给你顶完袋，我老婆让你给我换起来。这两个绝对发上面。好啊好啊。都来包过来。好啊。二四六八来十。来，你看后面的。三百只。中老平不差，中平只。你先给你找我来冲，冲中老平先摸我只。来，五股只。啊？哦，我来讲。来，你先搞我迄落，来听我讲话，听我讲话是会当嘛？听我讲话。你是讲麻辣还是我是？我无，啊，伫遐好，还袂难，袂难，听我搁讲吧。搁有啥物无？稍微办袂了啊！走下去钱起来，冲到平上先未？这一包十块哦，这当然真正做好吃哦，卖三百二啊，五张加两包二十块，新加钱的人加两包了。两百啊！我们这冲到平的两包，我两包。两包。等你啊！来几块啊？够两包就冲到平的两包。两包。两百二要是冲到平的两包。够两包票可要四千哇！卖过啦，真贵啊！工厂这个冲到平卖过六斤啊！我知啊，我来讲哦，我食过，我自认我心目中一斤真正是我卖过葱抓饼第一名，一百了。来一个啊！来一百，一百，来一个，等你，快过来看我先哦。一百了，一百块。一百个啊！一百了，一百块，这个什么一百块？哦，三百，这个来一百啊！来一百，来一百，来一百啊！谢谢。有人要吃好牛无？有人要吃鸡腿，要吃什么无？要吃啥？你来讲，我好牛无？有吧？按公司的有吧，对不对？